生命弟子的地位和高贵，一切赞颂全归安拉，终其一生的如无。安拉在《古兰经》中说：“前世和浮世中的先进者，以及跟着他们欣赏的人，安拉喜爱他们，他们也喜爱他。他已为他们预备了下林珠喝的乐园，他们将用于其中。这仅是伟大的成功，我见证。万物非如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安拉为传的，他的使命而拣选他所抑郁的仆人，他们都具有心灵洁净、心境安宁和品的高尚的特征。安拉也拣选一些圣门弟子来捍卫圣人的使命，并重视的传的这种使命，为了捍卫这种使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正如安拉所说，安拉从天使中与人类中拣选若干使者，安拉确实传颂的，确实传明的。因此，圣门弟子是信仰伊斯兰的人们中最优秀的分子，他们心灵最善良，日食最深厚，最不加柔造作。我认为日食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是安拉选定配罕先知履行宗教仪式和为了世人而传的宗教的人。关于圣门弟子的话题，我们总觉得百听不厌，因为他们是以众先知和众圣人之后的人中应解。Ibn Abbas 也是安拉所说的，你说一切赞颂全归安拉，如他所选的众仆平安，究竟是安拉更好呢，还是他们用来配安拉的更好呢？是说安拉所选的众仆是圣门弟子。 Ibn Mas'ud 传出他说，安拉看了众仆人的心，发现穆信的心是最好的，所以安拉拣选他，拜前他传的安拉的使命，然后再看发现仆人中圣门弟子的心最好，所以安拉让他们做穆信的助手，为安拉的宗教而战斗。毫无疑问，认真顺次古兰经就会发现穆圣的弟子们的地位之高，因为安拉喜悦他们，他们也喜悦他，安拉也描述他们是真正的信仰。正如安拉所说，安拉却也喜悦信使们，但是他们在那棵树下与你订约，他已知道他们的心事，故将震惊于他们，并报仇他们临近的胜利。古兰经入学家们解释安拉所说的他已知道他们的心事，说安拉已知道他们的忍耐、诚实、顶宗和明智。安拉在许多经文中赞扬了圣门弟子，其中有安拉说他们遭受创伤之后仍响应安拉和使者的召唤，他们中信善而且敬畏的人得享受
重大的报酬。有人曾对他们说，那些人却以为经过你们而已和退伍了，故你们应当委以他们。这句话却增加了他们的信念。他们说，安拉是使我们满足的，他是有美的监护者，他们代是从安拉发出的赏赐和恩惠。转回来，他们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他们追求安拉的喜悦，安拉是有宏根的，安拉在描述前世和复世。他们复世们是说，那些逆产一部分归前世中的兵们，他们曾被驱入出境，一日丧失自己的房屋和财产，他们寻求从阿拉发出的恩典和喜悦，他们写入安拉和使者。这等人却是说实话的，在他们之前安于故乡而且却信任道的人们，他们喜爱前于来的教宝们，他们对于那些教宝所获的赏赐不怀怨恨，他们所有继续也愿把自己所有的让给那些教宝，能解除自身的探灵者才是成功的。除了赞扬了圣明弟子的经文以外，许多圣贤中也指出，在目前看来，圣门弟子的地位之高，也指出了他们的牺牲和认真的信仰，因为他们却尊重他，援助他，并且遵循与他一起降临的冠名的人。他们对牧师的喜爱胜于对父亲儿子和整个人类的爱，因此牧师给予他们最高的地位。牧师在很多事件中为他们作证，正如牧师所说，最优秀的人是生活在我这个时代的人，然后是在他们之后的那一代人，最后是接下去的那一代人，而后又会出现这样的人。他们的作证限于他们的誓言，他们的誓言又限于他们的作证。又说，信心是藏穷的安全保障，信心飘躲，苍天必战略，我是我的弟子的安全保障，我已归正我的弟子，必内乱，我的弟子是我的教中的安全保障，没有我的弟子，我的教中必兴盛一段。又说，梦见我者不早活性，牧师特别赞扬了一些弟子，是为了说明他们有其高贵，特别是那些先进者。正如牧师所说，我的教门中对我的教门最仁慈的是阿布巴克，最严格执行教法的人是奥马尔，最懂法律的是阿里，最腼腆的人是奥斯曼，最精通义阐学的人是 Zayd ibn Thabit， 我本尼 ibn Ka'ab 是最好的诵经家，
最清楚合法物与非法物的人是穆阿兹布尼盖本。每个民族中都有种称职，而以色列民族中的种称职是阿布·奥巴达·布尼·格拉穆生协同阿布·巴克·奥马尔和奥斯曼登上奥霍山起山为之震动不已。穆生说：“奥霍的啊，镇静些，在你上面的设想之众称和两位烈士穆生指出阿布·巴克和奥马尔的地位而说，地等人可以看见高档人，犹如人们可以看见天际的明星一样。阿布·巴克和奥马尔是属于高档人之列。他两个并享受安拉的恩典。穆圣特别重视凸显弟子们的地位，并说明他们的高贵，这是为了鼓励他们焕发斗志和激发热情，也便他们成为后代人的导师。穆圣在描述阿布·巴克时说：“安拉也认到和正教而派我来给你们宣教。当初你们都说过你在撒谎，而阿布·巴克却说他说的是真的，并以他的生命和财产维护了我。难道你们要抛弃我的伙伴吗？难道你们要抛弃我的伙伴吗？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触怒阿布·巴克了。”又说：“假如我能从我的人们中选一位密友的话，我一定会选择阿布·巴克。”穆圣在描述奥马尔时说：“安拉把真理赋予奥马尔的话。”核心穆圣在描述奥斯曼时说：“面对一个天使在其面前害羞的人，我怎能不害羞呢？”穆圣在描述阿里说：“阿里是说，你属于我，我也属于你。”认真研读穆圣对圣门弟子的圣训，就会发现穆圣在履行诺言，真诚的喜悦和善待弟子们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榜样。因为穆圣一直感受是他们的痛苦，连续他们宣教他们中缺席的人，善待他们，看望他们中的病人，参加他们的病理，答应他们的邀请，与他们常议共识，温和地对待他们，替他们还清债务，为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向阿拉做祈祷。阿伊莎的传出穆圣问奥斯曼·伊布·马祖翁的尸体，穆圣哭了，直到穆圣的眼泪流在自己的脸上。一次遭遇战结束，穆圣殿眼见礼品问世富有，同时伤亡。大家做了统计后，穆圣说：“我丢失了古莱比，你们赶紧去找。大家在乱世中找到他，将他躺在七个敌人的尸旁。”穆圣来了，向他肃立，说道：“他是弃地而成人，最后被敌所杀而屈矣。他与
我是以第一生死不可离。说罢把他架在自己胳膊上，不用担架，待风挖好，不惜而葬。穆师又说，我关心每个一个牧民超过他自己，遂留下财产归他的家属，遂欠下债务或留下子女都归我，由我负责。我说了以上这些，就按了诏书，我和你们一起将兄传给安了容西杰的主。穆生叮嘱全民族都要好好对待生命弟子，并警告不要侮辱他们。穆生在申讯中指出，喜爱生命弟子就是一个证明喜爱穆生的标志，恼怒他们就是一个证明恼怒穆生的标志。正如穆圣所说，你们当为我的弟子们敬畏安拉莫那，他们做忠实之的愿爱我，二爱他们之我必爱之，因怒我而怒他们之我必怒之，伤害他们之亦伤害我，伤害我之亦伤害汝，伤害汝之。汝必称之之。又说，你们不得诽谤我的入门弟子，是以我的生命在其让我的安拉。要是你们睡失失了一座金山，也不抵他们捐献的夜幕的或半幕的事物。认真研读生命弟子的传记，就会发现他们虔诚敬意的崇拜安拉，真正的喜爱穆圣，为捍卫宗教真理和尊严和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的，认为他们让公共利益高于公人利益，并善待所有的人，因此他们得到了这种崇高的地位，也值得获得安拉的赞扬和穆圣的喜爱。生命弟子一代在各个领域都领先，他们改变了生活的面貌，也消除了穆圣为生之前世界的各地所传播的谎言和不义。他们秉持安拉的启示的光明，把不义变为真理、正义和平等。因此，喜爱穆圣弟子属于圣心，为他们做祈祷是最好的功修之一。仿效他们设计于天堂的一条途径。安拉描述前世和父师们说，在他们之后到来的人们说，我们的主啊，求你圣佑我们，并是由在我们之前已经信道的教宝们，求你不要让我们怨恨在我们之前已经信道的人们。我们的主啊，你确实仁爱的，确实是慈的。我们要强调贪恋生命弟子的地位和高贵，必定会祈祷树立对我们的孩子和青年来说不可以或缺的好榜样的作用。以身作则的教育在整个社会，特别是在青年中建立高尚的价值观、高尚的道德。
和以及的行为的体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青年人应该坚持来自生命弟子对伊斯兰教的正确认识的忠贞的道路。青年人也必须具有鲜明的个性，以传达伊斯兰教的师门尊丑心愿，教育一所能把民族从乱从混乱中仍有出来，让他走上安全、幸福、稳定和进步的道路的有声听。希望我们认识到生命弟子的地位和高贵，同时希望我们放下他们的道德，遵循他们所有行为。生命弟子在慷慨施舍和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榜样，因此我们应该重温他们的传记，作为借鉴和教训。总之，我们应该坚守生命弟子的人路来建设地大地，营造文明，做一切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事情。这些行为都能体现出伊斯兰教的光荣。我们的主啊，求你赦宥我们，并赦宥在我们之前已经信道的教胞们。求你不要让我们怨恨在我们之前已经信道的人们。我们的主啊，我确实任期的，确实日期的。